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， 云儿女给，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啦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一样是来敲碗系列的，就是有观众说，老头希望你能抓死神国王哦。之前我跟他讲过说，这个岛没有死神国王哦，但是呢，他就是非常的任性，希望老头呢就是要抓死神国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任性，反正也没差啦。因为呢，就算这个失落之岛真的没有这只死神国王，我也是可以依赖模组去把它给弄出来哦。所以说呢，老头就翻找的模组过程中呢，不小心找到了这个模组哦。那这个模组的翻译呢，应该说这个模组的名称呢，我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啦。如果你们有人知道这个模组如何称呼的话呢？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因为它是英文嘛，那我用 Google 翻译，它也翻译的不完全，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正统的名称，所以说呢，就来问一下各位观众啊，这个名字到底要怎么取会比较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这个模组呢，除了死神国王之外呢，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珍奇异兽哦，这意味着之后呢，我们又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大冒险，因为呢，这座岛里面呢。已经开始渐渐的产生母汤的生物出现了。好啦，反正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抓死神国王哦。忘记跟各位讲了，我们这次的死神国王比较特别哦，他并不是正统的死神国王哦。你把我优质生肉偷走了，你好意思？你死定了你！你就有种不要下来！我们家这只已经很凶了哦，来过来咬它，那垃圾呀、啊，说你垃圾不垃圾，真的是。好啦，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呢，我们这只死神国王非常的特别啊。这只死神国王呢，它是叫做嘟嘟鸟死神国王哦。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混种吧？那这个嘟嘟死神国王呢，基本上算是玩家自创的吧？我印象中官方只有出过嘟嘟死神飞龙，没有出过嘟嘟死神国王哦。所以说这个算是玩家自创的哦。那这个我之前好像有玩过其他模组，有玩过类似的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它也算是死神国王的一种嘛。我们今天就来抓它一下、哦。那为了寻求方便，我们来抓最近的139级的这一只好了。那这没有意外，应该也是极晕巡抚吧？应该是极晕巡抚吧？我们就不多说废话了，我们赶快前行，来清理一波一下好了。太多迅猛了啦，这样对我来说非常的不方便啊。还有迅猛了吗？这边有一只。好，杂鱼都清理掉了。我们的死神，嘟嘟死神国王在这里，看见了没有？这家伙现在目前应该是遁地吧？没有，他并没有遁地哦，他现在不知道在咬谁。在干嘛？跳探狗、哦。哦，很会跳，他居然咬不到他的下盘呢、欸。有够废的，到底有没有用？我，当时我想干嘛？看这些好危险哦，森林里总是特别危险。我来帮他清理一下好了。好了，他把他弄死了。哎呦，冰酸哦，冰酸哦，看他哪时候遁地啊？我们来放个陷阱。这家伙应该是，他遁地，他遁地了。不过这家伙遁地还是会移动。好像不动了，又跳起来了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鼻屎是不是？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靠近它，弄我、啊。哇哟！这家伙有没有卡住啊？好，这家伙并没有卡住，我还被追了。他等下过来，他等下过来了。等他，再等他，他来了，起来。那，哎，靠腰嘞！哇！好，那我跟你隔着一道墙行不行？
好不好？这样也是可以抓啦，就决定这么抓了。好，射下去零滴。你要跟我开玩笑？哎，可是还是有加、啊。我以为没办法抓、欸，哎，吓死我了。啊，有啦有啦有啦 ，KO 驯服，需要吃四个优质生肉。可是我刚优质生肉被那个鱼鸟鸡巴鱼鸟给偷走了。算了，应该还是有啦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。啊，卖照，差不多倒了吧。我应该先把这陷阱收起来才对。我们走。哎呀，倒在这里啊！倒在这里也颇安全的是吧？起来！耶，起来了，吓一跳！哇，好爽哦！可以直接骑吗？因为我之前有去查，它好像没有安的样子哎。可以直接骑乘。哇！嘟嘟死神国王，看见了没有？这个颜色有没有很帅啊？死神国王掺了一堆毛跟嘴巴，哈哈哈哈！来看一下的能力啊。不过这有点负重，没关系，大家把它点一点。右键，右键就是喷毒嘛，他刚刚那一招啊。欸，其实这个毒好像。射下去还蛮准确的，西剑，西剑甩尾，左键攻击，这攻击力有点母汤，西剑甩尾，甩不出个所以然，还有什么功能啊？扛错，扛错是叫，扛错这个叫没什么意义啊。较爽的 Q 键没能力，好像没了、欸。现在想要逃跑了是吧？还敢逃跑啊？点下负重，剩下点攻击力好了，不然攻击力实在太低，不好看。好，空白键按住可以跳，我记得。喂，超级会弹，超级弹。不过走路有点慢嘞、欸，唰，有中吗？没，哎、欸，有中有中，唰，九滴而已，哦，攻击点太高了，哈哈哈，点太高了啦，直接秒死哎、欸，喂，我甩尾，唰。射这一支，哇，还蛮准的。很可惜他这个鼻屎没有晕眩能力啊。虽然没有晕眩能力，但是他有这个缓速效果啊。错，错，哎呀，砍错，砍错到超级没有必要的。是时候点移动速度了，各位。136，有的比较快了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像话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刚刚那是什么鸟速度啊？那鸟速度真的是母汤，跳起来啊！这只整体看起来真的是帅爆了，挺酷的，就是啊，又有迅猛龙了，找死是不是？嘿嘿嘿，是吧？通通都拿去做基金，我又可以点移动速度了。160的跑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从上面跳下来看一下好了，这家伙有没有跌落伤害啊？我蛮好奇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卡了？呀！信仰之药，我会不会摔死？我们可爱的龙龙会死掉吗？哎、欸，不会，还好没摔死。如果摔死的话，就差评。哎、欸，你赋予我跳跃的能力，还会让我摔死，
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知道吗？把这个弄掉了。OK， 耶，我上来啦！这边是我的地盘，滚！不要再来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嘟嘟死神国王，希望大家有喜欢，真的是超帅的，有没有？看眼神，这个眼睛还会发光，有没有？帅爆了！好啦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那一样，如果你有想要老头抓什么生物的话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或许下一集就会是你所想的那一只哦。好，那一样，喜欢这个系列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想要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方舟生存计划再见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